颖参加综艺嗨唱转起来再次演唱天下无双，又是一个神奇现场，每次现场都酣畅淋漓，不愧是海豚音女王，这唱功太绝了。粉丝们也纷纷评论道，海豚音一出必是张靓颖无疑，瞬间勾起了多少那些年的回忆，女神我永远爱你呀。张靓颖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，舞台上的张靓颖声音很有震撼力，舞台范也很有气场。张靓颖是一位真正靠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女星，她能够把歌唱活，她的歌唱实力的确是大家公认的。今年的张靓颖在时尚方面简直是开挂了一样成长，怎么样，大家喜欢这样的张靓颖吗？希望她以后越来越好吧，也期待她以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吧。